恩典365，365天，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。我们从约瑟的身上可以学到很多很重要的功课，怎么样让自己不只是年龄一步一步的长大。好像圣经里面讲到说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。智慧这里，身量是个子，是年纪，个子年纪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就是自然，我去年59岁，今年就60岁，这个是你停不住的。但是我的年龄到了60岁，可是我的成熟度有没有到60岁的成熟呢？上帝在约瑟的身上有一个训练计划，帮助他要很快的成熟起来，不再只是一个爸爸的心肝宝贝，妈妈的心肝宝贝，他必须成为一个可以承担重任的大人了。而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说约瑟有很多需要被修剪的地方，而那里面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爸爸特别疼他，爸爸偏心，爸爸特别宠爱他，爸爸特别为他做了一件漂亮的衣服，只有他有，看起来他享受了很多的恩宠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父亲这样的做法也为他树立了很多的敌人。而在这个过程里面，爸爸为什么特别爱他？当然圣经上说，因为他是爸爸年老的时候得到的老年得子。而相对的，约瑟身上他之所以这样的被宠爱，一定也有一些特质。哥哥们出去放羊的时候，以色列就是雅各，也就是约瑟的父亲，把他找来对他说，你来，我要打发你到你哥哥他们那里去。而约瑟的回答说，我在这里。他是一个顺服的孩子，爸爸说去，哦好，我愿意，我在这里，你叫我去我就去。有一句话，虽然这不是圣经里面明文这样写的，但是整本圣经却看到这个真理，就是顺服就蒙福。如果你愿意顺服，你愿意顺服在上帝的主权里面，你就会享受上帝疼爱，上帝很多的恩典临到你的身上，他赐福给你。同样的，在一个家庭里面，我是做父亲的人，你爱哪一个孩子，那个特别顺服的听话的，当然就特别的蒙受爱和恩典。你在一个公司里面，你是一个老板交代的事情，你很顺服，你就承接，然后你认真的去做，你当然就是老板欣赏的那个员工。反过来讲，如果你是家里面那个爸爸说你去做什么，我不要，我偏不，我就是不去啊，那个老板说，哎，我交代你一个工作，你说为什么找我，为什么不找他？如果我们一直活在悖逆里面，悖逆是一个破口，会使祝福从这个破口里面都漏掉了。转换一个态度，不论在家族、在职场，甚至在教会里面，做一个顺服的人，顺服会使你必定蒙福。
心儿顺服，因为数次意外不能得耶稣喜爱，唯有心儿顺服，没有一个重担，没有一个重担，没有一点为难，他是不让我们痛苦，所有伤心存世，所有言及羞耻，都成祝福落心而顺服，心而顺服，因为数次意外不能得耶稣喜爱，唯有心儿顺服，心儿顺服，因为数次意外不能得耶稣喜爱，唯有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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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儿。